山风上心风，今日愁眉挂心中，他乡迢迢感情浓，何必月头归途。陈勋很显然有把我们之前讲的话听进去，就是选一些歌路不一样的歌，我觉得很好。但现在有个问题是，当你选歌路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你怎么去诠释这首歌？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你太年轻了，所以诠释这样的断肠诗这样的歌，它是一首有历练的歌曲，就是有一点点已经走了漫漫长路之后再回头来看这一条路的那个感觉。那因为你现在才20岁，所以这个感觉还是差了一点，但是你愿意做这样改变，我觉得非常好，请继续努力。谢谢老师。